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，今天又休假了，朋友们啊，今天呢是礼拜六，所以呢我们又休两天假，到我们宿舍旁边的一个日本超市去采购点吃的和喝的。日本今天的气温呢真的是太高了，朋友们，35度。这是日本的超市。日本的大西瓜多少钱？1050。香蕉这个便宜啊，朋友们，看日本豆腐多便宜，是这个吧，这个比较便宜，拿两盒。鸡蛋，来个这个吧，朋友们。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？这个麒麟啤酒呢，就是这一罐就是人民币10块钱。人民币这个饮料100%的果汁饮料，这一罐呢就接近8块钱这一罐。然后这个啤酒呢是接近6块钱。豆芽便宜，折合人民币呢不到2块钱。然后这两盒呢日本豆腐也便宜，接近人民币大概就是5块钱吧。一盒鸡蛋接近人民币是13块钱，然后这个1/4颗白菜人民币6块钱，再剩下的钱呢就是这个一盒接近呢半额，总共是半额，就是260、130、130，就是不到7块钱吧，6块钱，3×6=18，就是20块钱三盒鸡蛋。日本超市总共花了70元买了这些东西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？和我们国内的物价相比的话，大家觉得价格便宜还是价格贵？好了，朋友们，刚才给大伙儿看的这些呢东西呢，都是我刚才到日本超市去采购的东西，反正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豆腐啊、白菜啊、豆芽、鸡蛋，还有三盒鸡肝，也都是我爱吃的东西，再两罐啤酒。一罐大桃汁儿，因为我爱喝这个东西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水果，日本的水果咱吃不起啊，朋友们，所以咱只能喝这个了，喝桃汁儿了，还有苹果汁儿什么的，葡萄汁儿啊都可以。再就是今天休假，所以呢买了两罐啤酒，小弄一下。不知道大家看了我刚才拍的这个视频，感觉日本的菜价物价怎么样？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。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和想了解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给我留言，就是有什么想咨询的，都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给我私信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可以关注一下我。也希望大家多多转发和点赞。哎呀，日本太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气温呢，就是零上35度，好像是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